起来听每日灵粮。早安，我们今天要看耶利米书的第20章跟21章，而我今天挑选的是21章的第8节跟14节。第8节他说，你要对这百姓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。好，21节他接14节接着讲，耶和华又说，我必按你们做事的法席结果刑罚你们，我也必使火在耶路撒冷的林中烧着着起，将他四围所有的进行烧灭。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很特别的，就是第8节。好，你知道当时在耶利米这个先知，在当时事实上被他们视为卖国贼，因为他鼓励以色列人，鼓励当时的人将就是投降巴比伦。好，而投降的他就认为他们会存留，而抵挡巴比伦的就有可能会灭亡。所以这在当时他是非常不受欢迎的。同样，我觉得神也讲得很清楚，神已经把末后的日子，我觉得对今天来说，神已经告诉我们之后会发生的事情。他借着4福音，他借着这个先知，这个保罗书信，都在告诉我们，借着启示录在告诉我们未来会发生怎么样。我今天这几天我还在思考，我在跟人说，真的我们要存留天上的，称天上的那个1000两、2000两、5000两，好，你一定要记得，好，神已经将这个生命的道路跟这个灭亡的道、死亡的路都摆在我们面前了。那我们到底有没有真的留意去做？有没有留意去行？好，我觉得我们真的，那你中了神，我另外想到就是他后面讲到的，我必按你们做事的结果刑罚你们。我觉得中什么收什么。你愿意真的是种生命，你就收生命。好，你开始就是好好的每一天，你就种下那个读经祷告赞美等候，你到结果你就收了美好的果子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基督教里面，真的我觉得我们这个虽然我们不讲因果论，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种什么收什么，这个很重要。好，结果论，当我们种下去，我们真的每天花时间，你会发现真的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这些我们过去所做的，真的在幕后我们就发现我们真的很好，真的可以救我们的生命。所以我真的鼓励你，接着今天的分享，我真的鼓励你，好，你真的要为着末世你开始在存留，真的为着未来你真的在存留天上的奖赏，好不好？你真的另外呢，有时候有一些人说一些不好听的，就是对我们来说好像是不中意的，好，让我们觉得怎么可以这样说的。我觉得我也鼓励你要带到神的面前问主啊，他这样说是不是出于你，是不是出于你，他这样的说对我们说这些话是不是出于你，好，而不是自己觉得喜欢听或不喜欢听。好，我渴望我们真的在这个部分可以学起来，愿神祝福你，阿们。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，喜欢。